你觉得感觉如何？因为刚刚我们去参加完那个酒面的节目，结果比熊就喝挂了。虽然他没有很爱喝酒，但是我们要告诉他的是，出去喝酒一定要注意自己安全，因为你要被带去哪里，你自己都不知道。那我们先看一下他现在的状况，我们先简单的看一下。所以你觉得今天他的酒量如何？赞吗？你觉得感觉如何？所以我们现在要去哪里？我也不知道哎。还是我们带着他找他认识的人打招呼？可是问题是我们要去哪里找这些人？我现在用比熊的 IG 发文，就说我有一个新系列叫很想见到你。哎呦！那我现在试试看。好，我们现在探粉已经过来了。哎，探粉，来，你跟比熊聊一下啦，心情不太好。真的假的？因为我平常整很多人，我现在很害怕。帮我跟他聊一下好不好？他现在先傻眼了。大小。因为我们今天呢，你需要跟他聊一聊之外，你还需要帮我完成一个任务。好，我们要让他可以在他的脸上画一笔。来 ，Hello， 你干嘛？你干嘛弄起来、啊？他不是在演戏，他不是在演戏，在打他脸啊？真的假的？真的啦。哎、欸，你跟他聊一下，比兄。嘿，安暖，你在讲什么？我肚子饿。啊，下车啊，下车，来，下车啊，到了。OK。穿鬼啊，那也穿鬼呗。好扯哦，是不是很厉害？太夸张了啦！好，来，一笔是不是？对，一笔就好。好了，就这样就好了。好，还算客气。有虽然说你被剪的几率很低，但是你还是要小心一点，知道吗？那我画喽。哦，漂亮 ！YouTuber 总是要发生这种一大堆无微不微的事情啊！哇！喝酒别开车，开车别喝酒。结婚那一天是你不对，新郎没找我，不然你就不会这样。你们的思维很类似。谢谢你们来参与，我们就是要让女生知道说，我们出门在外酒不可以这样喝，注意安全。我们现在来到了第二站，接下来呢是这个丽奇女孩的 Luna。就是啊，请保护好自己，不能喝醉，不行，不能这样。我觉得她睡得很豪迈吗？对，完全没有任何自主能力。让我思考一下。哎呀，厉害！你看，完全醒不过来啊！真的。哎，你看，哎，比兄怎么样？还好吗？啊，要厕所是？好，来。对啊。那你带他去厕所？我们找别的地方去。我们就想说等你呀。我们找便利商店。你先坐。我们就想说你还在休息，我们就想说啊，那不然我们先。哎呀，竟然醒过来了，还想要去厕所，这么想。加油站。好 ，OK， 小心。小心走，他要帮我拍结尾啊。拍完了。还没哦，刚刚已经拍完了。对于今天这个感觉怎么样？就只是我的 talk， 你觉得今天拍完，喝完的感觉怎么样？棒。好，那你先去走。好，你去吧。哦，好险，刚这边有个镜，我很怕他看镜子。等一下比熊洗手的时候，应该就会看到镜子了。所以应该没办法继续走下去，我们就直接在这边破局。你的脸怎么了？里面有洗手台啊。我长痘痘。不会，他这个。我们先走出去。我们其实今天就是实测一下，女生被剪丝到底会不会有感觉？你有印象刚刚发生什么事吗？我印象中在酒妹派对上，然后上完厕所就。你看是不是很危险？如果今天带你走的是一个全身都是毛的男人，然后你眼睛一张开，他竟然躺在你旁边，然后你光溜溜的，怎么办？我去打他。原本是没有印象，就会变成一个有印象的经验。你知道时间已经过多久了吗？从九妹那边离开到现在已经快要3个小时。然后你看是不是女生在外面喝酒的时候一定要自己注意一下自己的酒量？那主要我在想，也许你是觉得说啊，这边的人应该都安全。如果今天不是去拍节目，像这种活动啊，其实它是危险的。
讲实在，只有男生知道男生在想什么。